这边真的是太热了，早上5点多就起来，昨天晚上一宿也是热的没睡好觉，到处找地方。现在之前东西确实太多了，现在准备把里面所有的东西腾出来再收拾一下，再重新的合理分配位置。刚刚在黄鹤楼，应该是湖北的所有景点从8月8号就实行全免费的政策，所有游客直接预约就可以进去。刚刚我和我妈妈已经预约了门票，但是正准备进去的时候，管理人员就说不能带宠物进去，可能会存在伤人现象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现在就我一个人灰溜溜的把憨憨给送回去吧，然后我妈妈就在那边坐着等着我，大概一来一回怎么也得个半个小时吧，但是没办法，谁叫对吧，这个很多东西阴差阳错。其实早上过来的时候我妈就说，哎，当时憨憨就在车底睡觉，我妈就说要不干脆就把憨憨留在那边吧，我还是想着把它带进来，然后各个地方溜达一下的，但是景区实在不让进，那也没办法。慢点啊！走，慢点，走，来，这边。哎，不行，这天太热了，走不动。看来我要使用我的超能力了，一秒钟瞬移。哟，我说实话，我虽然很喜欢玩，但是我觉得他妈骑行，不敢骑自行车，骑摩托车太他妈累了。骑摩托车不累啊，骑摩托不是风吹日晒也累对吧？不是了，你的车里面，你的汽车里面，不是我说你骑摩托车呀，车里面，就是你跟那个环境的感知是不一样的。那么骑行的话，其实我是10年前就想骑行，但是那我就很务实，我就觉得那还是自己开着车对吧，人少受点罪，对，尤其是现在太他妈热了，我本来计划是7月份走的，那个时候还好，现在8月份完全是个错误，真的。你是自驾走到西藏吗？自驾，对，到西藏，然后穿进清出。我本来是想穿进走新藏线到新疆那边去，但是疫情去不了。那你不应该这个时候出发呀、是，但是没办法，就很多事情耽误了。之前我是说你应该更晚一点出发。我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呢？不算好时间了。走到成都的话正好是8月底。你走到成都九月份的话是川藏线最漂亮的时候吗？我大概
到花十天吧到成都吧，我去一趟湘西，因为我主要是根据自己时间走的。你也是算好时间，就九月份的话就走川藏线是吗？也没有九月，我可能八月中下旬我就到了，然后再走川藏，然后走青藏线嘛，去甘肃那边。甘肃，但我听说川藏线的话应该九月份的话才能。对对，现在相当于还是雨季嘛，现在那边下雨还挺多，所以我就想再推迟一点，相当于中下旬可能应该就稍微好一点了。对啊，本来我想五月份出发的，后来想想的话算了，推迟到现在了。但现在太热了呀，你这受得了吗？只要单车动起来的话是不会热的。我开车，我出来走我都受不了。因为你没有速度啊，就是如果我骑上坡路的话，没有速度的话也是很热的。但只要是单车动起来，有十几公里一小时的话，就不会觉得热了。一天走多远？一天看山地平地的话，平地的话能走100多公里。你和我开车其实差不了多少，我开车也就开一天开顶多200公里。但问题是你可以一路走一路玩，我是一路是死命的骑啊，对死命的骑，我才能骑100多公里啊。对啊，我先上去了啊。好，行好行，好，拜拜。好，以后有缘再见啊。好，希望在拉萨有缘见。好的，看朋友圈。好的。少妇，两米，到两米。咋的啦？太挤。我太大。我是少妇。带了吗？Thank you.